现在我在的这个户型呢是它的二号户型啊，二号户型很漂亮，3365尺，然后呢样板间是做成了四房，带一个挑高的客厅，然后呢设在了这个景观的位置。整体我在这里的感觉就是空间比刚才那个更大更舒服，比一号更舒服。餐厅有独立的一个区域，放圆桌长桌都可以。然后呢这边厨房那里呢也有一个 pantry 可以改成一个中厨，然后整个客厅比刚才那个真的是大了不止一个尺寸。这边三人沙发，这边三人沙发，然后这边还能够有个两人沙发，这个背后就是一个大的这个电视柜的一个背景墙。那整体的这个客厅全部推拉移门面向后花园，后花园又带景观，这个绝对是我目前看下来最满意的一个户型，就是方方正正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地方浪费，楼梯也是那个隐藏式的到二楼，所以整一个空间利用的非常好。上来一个 loft， 然后 loft 是可以改成第五个房间。来主卧，主卧的景观。Fine.